哇哦，远东泡泡冰立即开箱啊！哦，各位看哦，这是芒果的哦，在这个夏天能吃到这个泡泡冰，真能幸福哦！天哪，红红哦，这个筷子也弄起来。基隆非常有名的远东泡泡冰，哦，它的芒果很芒果哎，很扎实哦，它的芒果味很充分，很还原，微微酸，妙妙的甜，充分表达哦。这个远东泡泡冰厉害呀！之前做一次影片，有朋友质疑我，你是1450民进党派出来的人，我们是民众呢，难道我们不能批评政府吗？只要监督政府就是酸民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帮蔡英文护航？监督政府是一件非常好的事，我们要盯着他，关注他，他们才不会胡搞瞎搞。可是监督批评是要有逻辑、有证据的，有些监督法根本是在胡闹啊！比方说，早知道了。好，我现在出去外面买那个远东泡泡冰哦，好吃啊，真的好吃哦，这泡泡冰真的好吃啊！我先买一个回来哦。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啊，发现家里来了一堆客人，然后老爸看到我就说：“你既然你买泡泡冰，为什么不多买几个？你看你一个人吃，你不会不好意思吗？”我不是神，我怎么可能早知道？夏天很热的哦，吃泡泡冰非常消暑，非常美味哦，一口一口真滋味。与其说我在吃冰，更像在吃芒果哦，非常自然哦，非常香哦。它厉害的地方不是做出芒果的香甜，而是做出芒果的自然哦，真的太自然了哦，这个哦，淳朴而真实的风味。第二个就是摇八叉，我要吃芒果冰，我要吃芒果冰。好啦，买回来给你吃了。我不要吃芒果冰，我不要吃芒果冰。哦，你不吃了，那我吃哦，我吃。你怎么可以吃我的芒果冰？我要吃的哎、欸。这个就是摇八叉，给你吃你不要啊，不给你吃又吵着要吃，就整个莫名其妙。这种批评，这种闹，毫无道理啊。哦，这个厉害，不愧是基隆名产。芒果冰我吃的很多哦，如此舒爽的还是第一次啊哦，舒爽。第三就是阴谋论啊，好了，我买回来，这是远东泡泡冰哦，一份50元，一份50元，你是有弊案，你是不是收回扣，你是不是炒股票，你是不是买一杯赚一杯？证据呢？你指控我？我没证据啦，我就是怀疑啦，我合理怀疑，我严重怀疑，我不行怀疑吗？我是老百姓，我是可以怀疑你的。那证据呢？说真的，有些人真的是被新闻带坏了，他们看到那些立委、议员、名嘴质疑政府，就想说哇，他们骂，我要跟着骂。各位朋友，他们身份根本不一样啊，民意代表有言论免责权，他们随便乱骂，事后什么事都没有。而名嘴虽然要负法律责任，可是他们有通告费，可以出名卖书卖周边，那些罚钱的东西他缴得起，只要他的收益高于他的亏损，他就可以去骂。而我们老百姓我们指控政府没有证据乱造谣，然后被抓去约谈的时候说，我听赖说，听群主说，我听别人说，我是合理怀疑。各位朋友，交代不过去啊，老百姓就要懂得保护自己，那个立委乱爆料随便听听就好了啦。像我说远东泡泡冰好吃哦，就是讲真的哦，绝对经得起考验哦。远东泡泡冰快被远东泡泡果汁了，吃冰是要赶时间啊。而第四点，那就是批评要到位。我是司机，然后我一边吃远东泡泡冰哦，一边开车一边吃远东泡泡冰，好吃好吃哦。远东泡泡冰哦，司机，
你怎么可以边开车边吃远东泡泡冰？在野党，在野党，请赶快去监督执政党。好，我是在野党，我要出马监督政府。你这个司机，你吃了远东泡冰，请问是中国制的吗？监督错重点了吧？